像现在啊都可以录影啊，或者是用拍下来的，如果不好可以 NG 重新来过。以前现场啊那真的是要真本事哎、欸、哦，如果唱错的话，人家丢一个香蕉皮啊，丢一个垃圾啊，自己也就认了、啊。这要过五百块，要过多少？真假呀？哎呀，所以演你那么爱注意，唔能爱清清菜菜演演的哈。不过我也晓得啊，演戏的时候应该两个人都有套过啊，除非套的时候出了问题，不然怎么会这样呢？也有，也有。太多了，哎呀，讲来听啊，不要你一个人知道，我们都没有办法笑一笑。哦，我今天准备都是要讲的，你慢慢听啊。哇，你够风格，你才出大量戏人辈啊吼。啊，小梁啊，小梁，你做红武警的吼，出一只宝藏吼。在在啦。红武笑出来一根铜锣，太记得记，拜托啦，新官吼，拿做出来，卖遐盐半斤啦。我这，哎，我过来，我出台吼。都是坐在金殿看世界，众卿有事并无在。你怎么在做神在看世界？明白了。在金銀殿，金殿掛金牌，金牌四大字，我幫進步來。郭林，什麼到底？青菜啦。哎呀，皇帝就是啊。無記早朝登殿，众卿有事来找，无事退掉。请洪武敬进见。洪武敬进见。嗯，宣洪武敬进殿。宣洪武敬进殿。娘子，不好啊！听皇上宣，上殿上金銮。臣叩见五皇万岁，万万岁。洪武卿平身。谢万岁。哎呀，贤卿，寡人无计宣召，有什么国事替奏呢？去找皇上，臣有病要找。嗯，有什么代志，准请找来。这个嘛，大海啊，啊，拄仔人咧讲，咱也无咧共听，啊，即摆毋知影想要讲啥啦。啊，我知影，安尼好啦。皇上，请听臣用禀来。靠要加，啊！这阵阿公要走啊，唔走出来，唔讲出来，我知影伊要做啥，我到尾安怎甲伊？哎呀，贤卿啊，啊！你上殿要走，予寡人知影，啊！你讲遮紧，寡人拢听无，你搁再走一摆。是袂晓讲，唔知用比的。皇上啊，皇上，你也是听臣用比的较紧啊。讲出来！哎呀，天哥，你无讲，寡人拢唔知，搁再讲一摆。我就是袂晓讲，再讲一遍。啊，你哪会听无啦？哎，啊，你是咧做啥？啊，你要讲啥？你无讲出来，你无找我，哪会知？你要做啥？讲啊！我就用笔的笔过啊！啊，你哎呀哎呀，很轻啊！皇上，叫你讲，你讲袂清楚，明明你是欺君，啊，归期来临啊！在，抓起台。是。稍等咧，稍等咧。啊！你即马甲我掠去台，等下服务小还是要叫啥物人出来投保？啥物啊？啊！即个代志你毋要讲出来，无你敢若用病，一直病，我来知影你要做啥。
做啥？我就是袂晓，唔知用笔，我就袂记的，袂记的，安尼就即摆咧背。